First blood.没事，我兵线是赚了的，问题不大的。你开机甲，我还怎么开？买了个鞋子，倒霉出来。W 放的有点臭。别走了。先买个鞋，这样出吧。带韧性的话，这拳会有点慢，得收拳的时候得慢一点 ，A 出去了再 Q， 要不然少个平 A， 它可能很关键。
一下，他也 A 了我一下吗？嗯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越塔了，风险有点高，他有闪现的。 哇，他居然能打过啊！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他打不过呢。 应该不需要黑漆，我直接出打团装备吧。各聊各的嘛。是的呀，我试过了呀，这开一点烟池又没用。我建议你别建议，震动者 ID 我很喜欢啊。
我建议你不要建议，我操！他妈就离谱，搁这一直刷。骗个亿呢？直接裸杀人输的。哎，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。不是一直刷屏肯定是不对的，我回了他还刷。我只给他冷静一下，也没有，也没有直接给他365了。
这边还有个机器人呢，能抓到它不？它往上面跑了，好像。它往上面跑了，算了，我一个人抓不到它。 坏啦！我不在，应该打不过吧？哎，大龙刷了，我的天！应该不会吧？我寻思小龙刷了，我再去呢。 打个勾啊！我操！艾克立大功啊！拿小龙，大龙打太慢了，对面中单没闪。 好虚弱 ，nice， 小龙我打就行了，你们开塔吧。 我还以为这个艾克笨笨的，我一看他的战绩8-3，啊！小看你了！来点视野，来点视野。 抢到了！我操！我的超人，直接大过去砸他们 AD。
我要减速到他了。我操，牛逼！蓝盾结束，混个助攻。为什么我蓝盾好像减速到了，没有助攻啊？但是我好像真的减速到了。红了，哎呦，勾了我两下，这个知音机器人啊，怎么 CD 这么快？我操 ，CD 鞋，持续一秒的99减速，持续的有点短。哦，坏！怎么我蓝盾是一号键？我刚刚不是二号键吗？坏了，他要死了，可能。先杀这个弄熟吧。我来挡钩。走了吧。他会减速的，啊，放开我，给他爆头了，他闪现直接拉我了，我想闪现的，我在考虑闪不闪，这弄就直接拉我了，他要劈大了，他大招消失了，我差点 Q 减速 W 甩中了，还在拉扯，闪现能跑的，我没舍得交这个闪。
我这就很矛盾啊，你烦我，你为什么要看我呢？哦，这样的吧。会骂我啊？没事，你开心就好。